这不就是骗人吗？咱们能靠骗人赚钱吗？扛不住苦日子就学坏了，有些事儿一次都不能做。啥情况？这是我们律所有史以来案值最大的项目。哎，幸福，你可立了大功了。要是没有你，刘总不可能这么顺利拿下来。啥？ 跟我还有关系呢？没听明白？是这样啊，刘总是关涛的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，关涛呢觉得希望不大，但是我俩认为只要把刘总拿下，那将是我们律所翻身的最好的机会，所以我们俩单独把刘总约过来了。来了之后你也看到了，他对咱们所其实并不太满意，嫌咱们所小，啊，然后经验少，对吧？不要紧，伟成。 成了我的一个托，哎，说我办事经验丰富，效率高，再加上你的完美配合。哦，对，尤其是你幸福，外表淳朴，表现自然，得体大方，一举打消了刘老板的疑心，成功为方圆律所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干嘛呀？这是？小事儿吧，就是刘总基本拿下。 没那么容易吧？我记得他这个人不好对付的，是不好对付呀。但我们有秘密武器。什么秘密武器啊？你们抓着他把柄了？哎，我们哪能干那事儿啊？我们的秘密武器就是幸福。你过来把材料收拾一下。嗯，有事你问幸福。 邢福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们约了你朋友介绍那个刘总谈案子，然后张律师中间让我递进去一张通知书，就说是把一审的案子给翻过来了。可实际上我递进去的那是咱们上周交通案的判决书，但是那刘总也没看出来，就让他们接了这个案子。高律师。 我觉得他们这是在骗人。你觉得咱能这么做吗，关涛？我觉得吧，咱们有点小题大做了，没有什么嘛。对呀，咱们接没接过大案子，翻没翻过案，这对他有什么影响吗？ 咱们接了他的案子，踏踏实实、认认真真的做好，不就行了？这话说出来，你俩自己信吗？那既然没什么影响，为什么你俩要跟别人撒谎呢？这不是咱们资历浅，怕人家没有信心吗？别人对咱们没有信心，咱们就做出一些让对方有信心的事儿来。这件事情。 我给老刘打电话说清楚，你们俩同不同意？关涛，我觉得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咱们先接了这个案子，解了燃眉之急，等咱们有钱了，你再高风亮节，行吗？不行，这不就是骗人吗？咱们能靠骗人赚钱吗？扛不住苦日子就学坏了，有些事儿一次都不能做，一旦做了。 就会变成习惯。对，是，你说的都对着呢，我们都明白。但是我们也是为了我们律所呀，对吧？刘老板的案子拿下来了，钱进所里了，你的工资也可以涨啊。而且关涛，你这个电话一旦打了，这事就黄了，你觉得划得来吗？